拉下来讲是吧？我知道。哦。New fans news on the Instagram, or internet. Go to class, teach your passion, new idea. Watch out, watch out. 那压力就是穿破冷的草。干完下雨要去拍个麦有照，麦有照。新鲜冷热比你更需要麦有照。不要刻意隐瞒你感冒，麦有照。喜欢播报去洗手要加肥皂，麦有照。麦有照，麦有照，麦有照。时代真的是变了，以前戴口罩去抢劫，现在是戴起枪口罩，是不知名状，不知道我们是慢性病，都有病例。经常主动场所，用发烧不出现回避，但是不好意思说，要提醒我什么？要严明自责，不要再加油耶！我们担心危险，心理健康，心就是呼吸，吃不健康。中华龙香对面，香肠万香，香肠味道也香。不要听听，不要讲话，不要啰嗦，当然在说真话。谢谢专员，比你更需要。一般你感冒，麦有照。喜欢播报，勤洗手要加肥皂，麦有照。麦口罩，麦有照。麦有照。Center of Taiwan 地没见过有权利，我们小心正确的加随便的，请你别听信隔壁对立，因为根本不是纯粹的美意，到底问谁就是最能防御。隔离的乖乖在家里，还自信。New fans news on the Instagram, or internet. Go to cast dish, guys, or eat out there. Watch out, watch out. 那一家你只是穿破冷的草。Wake up, wake up. 刚我下去要去拍个麦克照，麦克照。前线人员比你更需要麦克照。不要刻意隐瞒你感冒，麦克照。新闻播报勤洗手要加肥皂，麦克照。麦克照，麦克照，麦克照。好，有点在旁边不知道干嘛，不知道干嘛。对啊，如果画面有我的手的话就会好。有啊，有啊。你唱我都怕，我在旁边偷笑。在看这个，其实快转蛮好笑的。那要不要整首歌放两倍速？那你们就把它推到正中间，然后只有你们两个在唱歌，就不要推车，然后你们两个。我就不要推车了。啊，推车。但是我们两个推车。说动作这个推车，但你们还是在推车。哦，我们在推车里吗？对。那你们在推车。然后就在中间。还是我们两个推推车唱。或者是你推推车，然后一个人在上面。哦、在里面。没有人推车。啊、那放进凯旋，你觉得谁在里面比较好？啊，我来，我在里面。你们两个太有趣了，就是这种。